这个重，这个重，你首先要放。人站后面，人站后面，前面不要站。这个小。小棒，小棒，小棒放棒。拿家里的小棒啊！已经放压了，你还用大棒在那打？这小棒轻的，人站过来，我也站过来，人站过来。没关系，推过去。我前面不能站那个吗？那是竞争有问题吗？我怎么站在这里的？可以了，我先放掉吧。现在就没问题了。还要弯九十度啊！你打弯，你也得要回来弄嘛哈，是吧？你看他的弯度，你看他动不动的话，你看他动，都弯起来。这个车就要吃饭用的，然后这个水杯啊，是吧？然后那个棒子，上面都有啥啦？没有，来个职业级设计师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，这前面堵车。没事，你压吧，你压吧，你压压进去，是吧？你那杆子不要提那么高，把半斤的给我。不是，这个是可以了，九十度了没有？差不多九十度了，有的，九十度有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好了好了，九十度有了，歇一下歇着吧。还可以啊，今天不用拍了。脱模要，脱模不要拍了。